點解會係揀《血滴子》作為你哋首次正式合作嘅作品咧？因為其實 Peter 你不嬲都係做一啲好多感人嘅作品啦，但係今次《血滴子》嘅話，我哋未見過，但係相傳都一個殺人眨眼嘅一個殺人武器嚟嘅。咁要問佢啦，因為我部部都揾佢，佢部部都唔拍。咁係呢部佢先接拍，咁你要問佢點解？我諗《血滴子》個名喺我哋好印象深刻啦，細細個睇小説公司的士，雖然嗰時。但係覺得好驚，所以血滴子一直喺我哋嘅心目中好大形象，所以佢今次話血滴子，即係我睇翻聽個名先，跟住佢話睇下劇本啦，睇下劇本我可唔可以拍咧？咁但係睇完之後我哋都好重大修改咗好多，變咗佢又贊成我咁樣修改，而咧低得唔算嘅，好唔尊重師爺咧。但其實沒有，因為我一路解釋俾佢聽，當時幫佢翻譯緊嘅，我一直幫佢翻譯。其實是我們一直在工作，你又不請翻譯。那余文樂，你應該幫現場的記者也翻譯一下。你不如你就現場翻譯吧。太多要從頭再來一遍的話，反正我們又講就恐怖片嘅中你話加嘢啦，好似。其實我覺得呢部戲係冇中同間之分，因為各為其主。我覺得無論表明啊、春春啊、井柏然啊，或者自己，或者今日冇嚟嘅小天，其實每個人都係做翻自己要做嘅嘢，所以你好難用條線去劃劃邊一個位置啱，邊一個位置唔啱。咁通常每個人做嘅嘢，做嗰個人一定覺得自己啱先會做嘅，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做。咁其實你頭先都講到啦，即係因為係第一次合作咁多位演員。而且好似聽你講個角色嘅話，都有啲要磨，要捉磨。咁點樣培養其他演員嘅默契，就做得更加好咧？我主要係同啲馬同埋嗰啲兵配合，同佢哋培養感情。導演通常都叫我單拍，你上去，我哋每一日就要好早同小天咧就換好曬衫，跟住就。攞定個早餐就喺坐喺度等導演嚟，跟住就因為冇人知佢想即係其實會拍咩先，所以所有嘢都 ready。咁我哋就每日都 ready， 咁睇下佢現場有乜嘢指示。咁我就因為其實可能我唔係第一次跟導演拍，所以基本上我已經係慣曬佢嗰個方法，一定要早過佢到啦，一定要喺佢嚟之前你要。搞定啥所有嘢，如果唔係真係難嘅。余文樂在戲裡面是不是敵人？我很愛他，他不愛我。你愛他，他不愛你，那是愛情故事嗎？講得很好。這個戲裡面是我跟所有的血滴子都是對立的，對。然後等於是這邊是一個想法，是我這個幫派的精神領袖，然後他們等於是朝廷派出來來追殺我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是两个对立面，但是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情感。那这部戏的兄弟情都写得特别好。其实我跟阿乐在生活中，我们两个人是同月同月同日生。同月。对，导演有没有优待，就给你少打一点。打的最多是被打的那个。我是被打的比较多。被打的比较多。对。那会辛苦吗？辛苦吗？还挺辛苦的。然后下黑手呢，都是导演。就是我在戏里面其实有很多被打的，我跟天狼有很多打的。但是其实真正打我的，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都是他。当然是你啊。都是余文乐。不是导演。对，都是导演。导演。他亲自上他的手踢嘛，踢谁反正谁打他，他都拍特写，然后就他的手踢。就我刚刚听到其他的演员都说过，很多的动作场面啊，还有什么爆破啊，还有受伤的，你有受伤吗？有，我们血滴子经常会集体就飞天就飞起来，那个掉那个威亚，但很多次就不知道为什么是谁踩到我的头就下来。还有就是小天。因为他可能因为在戏里面我视他为我的偶像，那有一场戏就是我没有听他的命令，他要打我，扇我的耳朵，
他将近删了七条吧，结果其实他打我，但最后他打完我之后他哭了，他哭了，最后我还要去哄他，我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别哭。对，我就觉得小天是一个很善良的人。